那我刚刚又试了另外一个蘑菇头。那我自己个人喜好是，我觉得右手边这边的蘑菇头可以用成比较短的，啊，左手边这边可以用比较长的。因为我们的左手边这边，我们按完用完蘑菇头之后，我们还要再按个按键。那如果我们用成比较高的，那我们其实移动拇指移动的距离就会比较远，比较不方便啊，所以我觉得右边用短的，那左边你可以用长的，你可以有更细微的调整，像是我们现在在开的赛车，就会有更细微的调整，更轻松的调整方向了。